这款钻天猴纸飞机的飞行方式绝对颠覆你对纸飞机的传统印象。来自这本《童飞行大师》，这款纸飞机拥有一个独特的机头，这使它成为速度和力量的化身。用力将它投掷出去，它会旋转着一飞冲天，你会怀疑它是否像孙悟空一样也驾着一朵筋斗云。有的小朋友觉得我折得太快。 可以试试这本《童飞行大师》，这本书包含了16款经典纸飞机，每款有2张带着标线和图案的彩纸，快去试试吧。